你敢知影？全世界后摆拢爱依赖桃园啊，因为一奈米啊，没有人做得出来。小英，最近看到中国的投资环境变慢，所以推出了一个叫做台商回流专案。你知影回来多少钱无？回来一条7000亿，但是内底有两成3400亿拢总儿童。郑运鹏啊，那是民进党栽培，台大土木系三届的立委，民进党党团干事长，你敢捌看伊去惹绯闻？敢捌看伊去贪污？敢捌看伊耍特权？唔捌。这个人，因为伊常常上我的电视，我知影，实实在在，有理有据，非常的认真的一个人。啊，若是选那个对手嘞，真恐怖、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主张台湾的高科技研发要赶快去中国，因为他是一个中华民族自公党唯一最高顾问啊，这个党中华民族自公党主张要跟祖国统一。我感觉讲这个天这么凉啊，这个礼拜暗时啊，大家无伫厝看电视，无伫厝食饭，无出去佚佗吼，爱当来遮啊，大家热情，大家拍拼啊，我非常的感动，先伫遮互我大家感谢，谢谢。我昨伫新竹替沈慧宏徛台。沈慧宏的场爆满，人叉叉叉。我头拄啊，这个伫台北市啊，陈时中的游行，我上台讲话，15万人游行，15万人听出。我今仔日看到这个场，大家讲今年选举冷冷啊，我无感觉，我感觉。现场的热情，我非常的感动。我感觉沈慧宏会赢，我感觉陈时中会赢，我感觉郑运鹏会赢。郑运鹏会赢不赢？咱爱讲道理。平平做八年。郑文灿市长做八年，要选郑运鹏，咱都要先讲道理，再对郑文灿讲起。郑文灿八年，柯文哲嘛八年。郑文灿人口对2014年的7月，甲今顶个月2022年的10月，统计的人口。增加22万3368，无啥吹者。柯文哲八年减20几万人，无啥个吹者，来回50万。郑文灿之前八年。通知加一个台东县的人口，讲实在，他拄啊，大家唔知有斟酌听无？我讲的是八年增加22万3368，大家一定讲你哪只计较？68个你啊，你算？我跟你讲。其他的县市，几乎每一个县市人拢在减少，
因的关系，那是增加一个，因就会开记者会啊，因就会发新闻稿啊。但是咱桃园增加223,368个保险水一个，我请教。223,368个爱食饭无？爱食头路无？爱买厝无？爱买车无？爱买菜无？爱娶某无？爱生囝无？这就是越来越繁荣的桃园市，我下嘴嘴。咱国讲，全世界有法度做晶圆一纳米的，只有一家公司，那家公司叫什么？台积电。台积电一纳米，即马要设立桃园博雅个吹出来。你知道一纳米有多困难吗？一纳米是什么？一纳米是长度的单位。它就是一根头发的1/5，就是讲50,000个一纳米加起来多一支头毛尔。这个技术全世界无人有法度做，干那台积电做会出来。即马台积电要把这个技术摕来咱桃园市博雅做出来，啥物人建厝的？双证，双证，郑文灿加郑运鹏，为什么？因为郑鸿仪都证知道了。你敢知啊？一纳米要投资偌济钱？我甲你讲，一纳米要投资偌济钱，我嘛唔知。但是我会当甲你讲，2纳米，台积电投资8,000亿到1兆，所以我相信一纳米会超过8,000亿跟1兆，拢当你捧佛像个吹出来。2纳米增加多少个工作机会？评估是8,000个，我相信一纳米会增加10,000个工作机会，包下去的嘞！10,000个工作机会，拢是少年啊，拢爱娶某，拢爱买厝，拢爱生囝。未来，咱的桃园加10,000个少年啊，有头壳，聪明的头脑，而且都是高学历、高收入的，包下去的嘞！桃园的土地的起价，你知无？桃园的收入的起价，你知无？开餐厅会赚钱啦！你敢知影？全世界阿麦拢爱依赖桃园啦，因为一纳米啊，没有人做得出来。小英最近看到中国的投资环境变慢，所以推出了一个叫做台商回流专案。你知道回来多少钱吗？回来一条7,000亿，但是里面有两成3,400亿拢总你同无啥个吹着。为什么桃园人口一直增加？因为有很多产业在这里，这就是桃园一直进步的原因。哦，其实啦，桃园的进步包括机场捷运，现在捷运要增加到航空城啊。你敢知道柯文哲背你没有半条捷运？郑文灿，你没跑下去吹一下吗？但是为什么郑文灿做得到？
因为郑文灿跟小英中央政府完全的合作，除了一零五零零，除了一打拼，他采取的叫合作策略。为什么陈时中说台北市停滞八年，停靠减二十几万？因为柯文哲选择跟中央政府对抗，他要创啥？专门你美小英，专门美前进动、民进动，他要创啥？他要选总统。所以呢，把那个中东钱都交给市政府。你就看优劣好坏差在哪里。但是未来通勤有什么人到我都和中央政府合作？郑运鹏，郑运鹏，郑运鹏啊，那是民进党栽培，台大土木系三届的立委，民进党党团干事长。你敢捌看伊去惹绯闻？敢捌看伊去贪污？敢捌看伊耍特权？唔捌。这个人，因为伊常常上我的电视，我知影，实实在在，有理有据，非常的认真的一个人。所以，要延续郑文灿八年的剧情，一定爱选郑运鹏。那是选那个对手嘞，真恐怖、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主张台湾的高科技研发要赶快去中国，因为他是一个中华民族自公党唯一最高顾问。啊，这个党，中华民族自公党主张要跟祖国统一，而且因为这个中评会的主席，因为前主席都是诈骗集团，去人骗二十九亿，现在去抓他了。请问他做最高顾问，他不知道吗？说实在，我不相信。他也是经济党，经济党大家知道，那个很小的党，那也统派。啊，那个你说涉嫌卖假药，他也是那个党的唯一顾问、首席顾问。桃园是国门啊，桃园是这么重要的所在啦，怎么容许他这样？所以这票投郑运鹏非常重要，来投郑运鹏好不好？还是因为时间到啊，好、哦，一家给他写时间到啊，咱公道一下好不好？够我讲两分钟好不好？同意的请举手好不好？好，这是经过公投同意的哦。这票，咱嘛爱肯定小英。小英之前，伊无予台湾人闹开。最新的国际货币基金，讲咱人均 GDP 35,500块的美金，历史上第一遍赢日本，无啥水准。日本34,500块的美金，咱19年来第一遍赢韩国，破下个水准。即马大家拢已经有诶已经出国去佚佗啊，有诶拍算要出国啊，因为即马国门解封了。你知影，你若要出国爱去买美金，爱计日票，随在你计拢有。真侪国家，你要去结外汇，无外汇好，你结。
你要读册嘛无外汇，你要做生意嘛无外汇。但是咱台湾，咱有5500亿的美金的外汇存底，全世界第四名，好声搁吹一下。咱经济成长，去年今年拢是亚洲四小龙第一名，好声搁吹一下。以前，他讲了讲民进党无人才，我跟你讲，民进党这执政有够好，咱来甲小英肯定。最后两点，第一点，这边选议员，全台湾县市议员选910席，民进党提名382席，国民党提名457席。国民党为什么提过半？因为伊想要做议长。这个柯文哲讲，北部那些哪一个议长不是黑道？咱未来，咱含议长都爱甲退落来，咱袂使阁予黑道做议长，安尼好无？所以这边民进党的议员，每一席拢要去，安尼好无？会改变无？绝对会改变。我甲大家报告，60-70年前，台湾用无党籍通酒驾拼，敢若摕5%的选票尔。到个党外时代，摕15%的选票。到个民进党1986年成立，摕到30%的选票。后壁第一遍选总统，摕到40%的选票。阿扁啊，选连任第一遍过半，摕到50%的选票，无啥水准。小英总统2020年摕到57%的选票，无啥个水准。会改变，绝对会改变。所以无论如何，一定要让邓应房做市长，好无？这票，马刚阿强会讲，讲咱无同意，伊安尼对待台湾，安尼好无？好，歹势，时间到啊，我就搁讲啊，送大家一个礼物，继续看，政治大佬，安尼好无？来，